怎么能把自己裹成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萧将军，我想借把匕首。我是仵作，和巫医大叔相处了那么多年，我知道该怎么辨认他。 认得此人，他左臂上是否还有一个这样的烫伤？这就是给你那个坠子的人，是不是？余面判官啊，松了一口气，又觉得心中热血激荡。这世间事，无论被岁月埋得多深，藏了多久，都不会失去他想重见天日的力量。 面貌的特征，他的身长，他腿上的伤，还有手臂的伤疤。